这个穿到上面就穿这两个，下面穿这条裤子也可以，穿这个裤子也可以，多喝热水。嗯，好的好的，行，来再抱一个。虽然百般不舍，也万分牵挂，但妈妈还是尊重了女儿的意见，把苹果送回了学校。这对六年来几乎是形影不离的母女，都在成长的路上勇敢跋涉。你的那个衣服记得啊，记得换呢。 刚刚平息了转学风波，苹果和他的小伙伴们又抖擞精神，投入了新的挑战。好，所有同学听清楚，今天的课表有调动啊，第一节进行语文的质量监测，第二节对数学的情况进行质量监测。 那么第四节进行英语的质量检测，下午的课照常进行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考试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因为要考验我们，考验我们用手指头算算式。考试是考我们学的东西，看你认不认真。考试就是让你长大，你就会怎么算钱呐、语文怎么认字呀，出国玩啊就英语。 你看不看考试？怕干嘛？我怕妈妈说我考试没及格，考试没有那么重要，自己努力了，你得不到100分也算你是很好。小学一年级他们告诉我考试好难，结果后来我一考没什么事，考试100，拼音考试必须95分以上。 才叫过关，100分，零一分，考得我很严，考100分，天天都考100分。这节课进行我们本学期语文的质量监测。现在请所有同学把你们的检测卷反过来，在上面这里有一个班级，请你写上一。好，现在开始，不要问我。 什么我都不会回答。李浩宇。 我先抄一下呀。我可不会说话，不准说，抄就抄。我已经快抄完了。王浩轩，王浩轩，这是考试，自己想。好，从后往前收上来，最后一个同学起立收。 因此，默起立，收卷子。好，现在你把那个什么，赶紧，咱们现在抓紧练一下。老师没让我们背。我现在让你背，等一下你要到班级里演讲给大家听，慢慢讲，不急，预备，开始。什么大天？
大地大地上的手掌大，我用手掌捂眼睛，哈哈哈！天和地不见了。好，哇，好棒哦！好棒哈！好棒啊！我看陈老师表扬你，陈老师夸你呢。看陈老师给你鼓掌，看见没有？好棒！等一下你也让全班同学都给你鼓掌，好不好？嗯。怎么了？来，再给陈老师表演一遍。来，给陈老师来一个，小蛇吐舌头。好，来一个青蛙吸虫子。青蛙吸虫子不是这么吸的，青蛙是舌头可长。青蛙吸虫子怎么会是？那是吸吸管。我们再给老师表演一个那个天上一只，预备起，天上一只，地上一只。你看，天上一只鸟儿，地上一只鸟儿，鸟儿飞，鸟儿打，鸟儿碰，鸟儿天上一只鸟儿，鸟儿。这是老师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学的。我们也学一下。地上一只鸟儿，鸟儿飞，鸟儿打，鸟儿碰，鸟儿天上那只肥鸟儿，鸟儿碰上地上那只瘦鸟儿，鸟儿鸟儿飞，鸟儿打，鸟儿碰，鸟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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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教我们更讲不清楚了。来，跟马浩轩跟老师学，天上一只鸟儿，地上一只鸟儿，鸟儿飞，鸟儿打，鸟儿碰，鸟儿天上那是肥鸟儿，鸟儿碰上地上那是瘦鸟儿，鸟儿鸟儿飞，鸟儿打，鸟儿碰，鸟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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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考试准备了？快点，考试了，考试了，马浩轩考试了。一二三，谢老师说一下，今天这节课是数学考试。老师一会儿会读一题，同学们来写一题，不许提前写，也不许在试卷上乱写乱画。马上给我擦得干干净净，一点印子都不能有啊，每一个笔画全都要擦掉。我再发现有在考试卷上、作业本上乱画的同学，你就要擦得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好，刘如一。好，马同学，你看这道题就写的全是正确的，非常好，知道吧？这道题你再想一想，从左边数，从左边数。我分不清左右，我分不清左右。怎么了？体育馆找不到。我先出去左拐。从这出去之后，嗯，左是往哪边？在圆圈里，请你填上大于号、小于号或者等号。暖男代表这事儿，你就死了心吧，陈雪冬。暖男界从此少了一个，谐星界从此多了一个。我还是蛮暖的，我觉得。又暖鞋，对了。哎，他哪个地方邪了？你们觉得他邪心？不是，我前面来。啊，他那个，那个太讨厌了。再来一个。天上一只鸟儿，地上一只鸟儿。鸟儿飞，鸟儿打，鸟儿碰，鸟儿，你不准拍！笑死了。